不少人呢也想像我一样来上一锅。我看也可以，让我给你们来上一锅。鱿鱼脖三包，扇贝肉、蒜蓉粉丝扇贝肉都是没有壳的，也给你来上三包。城隍肉也是没有壳的，也来上两包，但是回到家要把它给抛开摘洗一下就可以炒来吃了，明白吧？章鱼的须、章鱼足两包。哎，花甲肉炒鸡蛋、炒辣椒很香哦，可以试一试。12包，我再给你来上两包的大金元宝，一共14包，2个酒给你包到家，来上。